明星恋爱真人秀《我们相爱吧》将于本周播出第七期节目。新一期节目中，任性夫妇甜蜜再度升级，两人分别咬住面条的两端进行抢面条大战，炊事员首次下厨，砍柴生火，洗菜做饭一人全包，爱操心的表姐总是在一旁唠叨，急得炊事员多次声明我什么都可以，然而事实好像并不是那么顺利。徐璐现身乔任梁拍戏现场，全副武装的欢欢到底有没有被张张认出来，他们在片场发生的事情令观众期待不已。